是3月31号，我今天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移辣椒苗。首先，辣椒苗买回来以后，把它浸入到水里，让它浸透水。这样做的目的呢是，移苗的时候非常容易把它们取出来，不伤根。首先给大家看一看，先给它们按摩按摩。非常的容易取出来了。好，首先这是花盆里的土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尽量啊，在花盆里挖出一个圆形的洞，根据这个辣椒苗的大小，把这个辣椒苗尽量的埋入到土里，轻轻的压一压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土给它压紧，这个辣椒苗已经开花了。如果再不移的话呢，它在这个小盆里会影响它的生长。这样按摩按摩，很容易就取出来了。还有些朋友说，他觉得，自己挖的洞太小了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做，挖出一个洞。先把这个整个的盒子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盒子这样压紧，然后这样钻洞。这样取出来以后呢，这个洞啊，大小就跟这个苗的整个的大小就差不多。你看，这样轻轻的就放下去了。然后再给它们浇上水，这个辣椒苗，我们每天就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这个叶子非常的健康，就表明我们移苗成功了；如果这个叶子比较萎缩，就表明有可能根部受损。受损的时候呢，估计就我们压得太紧了，就这样轻轻的往上提一提。